陈女士住在杭州现代景苑，当年买的是二手毛坯房，装修好之后住了将近十年。她家是东边套，隔壁邻居是中间套，两家的入户门挨得很近，成直角。她现代记者看了看其他楼层未经改动的入户门。这个就是那个以前我们开发商的原装的门，原来是设计一个往里面开，我们这个就是靠边的，靠东边户的都是往外开的。陈女士说，原先东边套的门，门把手在右侧，隔壁中间套的门把手在左侧。他们房子买来没有对门做过改动，邻居这次改动没有动门把手的位置，而是把入户门改成了往外开，再把门做大了。用那个密码开门的，他们两个开出来就可以，我站在这里是我的手跟脚是不是会撞到我的手我的脚。那房东呢，调解了好几次他就不理我，冷态度处理。隔壁邻居家没有人在，陈女士表示，邻居把入户门从往里开改成了往外开，这个空间内就有两扇外开门，她觉得会有安全隐患，希望邻居能把门改回来，她也愿意出些钱补贴给对方。物业的负责人表示，他们该做的都做了，但陈女士的邻居不同意改。跟他沟通下了整改通知，那么我刚才也跟他打电话说，社区已经跟我们在调解，你不要管了。其实业务会昨天开会不是跟你说吗，明确指示我们物业不要去再去掺和这个事情了。内开的话是占用内部的空间，一个外开的话，但是我也就是为了那个就是门的那个就是反正我们的那个公司，我说两个门开会不会打架，会打架刚好。对啊，你虽然说同时打开的话，这个我试过的，同时打开的话还有个缝隙的，毕竟还没有打架，两个门是没打架的。我拍了图我给你看，掐在一起合在一起拆，重贴一公分。根据住宅设计规范，向外开启的户门不应妨碍公共交通及相邻户门开启。从陈女士提供的照片看，两扇门打开后门把手挨在一起，有没有重叠一厘米图片中看不太清。陈女士的邻居表示，她也知道两扇门打架是不行的，对于陈女士的顾虑，他们会注意开门小心。这个门他们站在门口，我开密码的时候，因为我这个门是有格式的，我就可以事先看一下，看见他人我就先打开一小点，我不打开也可以，因为我们他这个门是直入门，还有点距离的。文辉街道现代城社区的书记表示，之前给陈女士的邻居提过建议，因为对方不在杭州，接下来他们再做做工作，看能不能把双方约在一起当面谈谈。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